到很多的中国观众都来现场为中国女排加油，大家的气氛特别的好，然后都情绪特别的高涨。有前面两局然后赢了之后，我们就觉得稳了，没有问题，然后在后面两局稍微有点害怕，但是一直在给中国队加油，因为女排精神就一直在，然后结果就是不负所望，我们也拿下第一场，然后中国队美国队赢了，然后我们准备后面抢中国队对法国队的票，然后再来给加油，加油中国，我们相信中国队，对女排精神就会一直在。我觉得是一个传承的精神吧，就是小朋友们他们就是受到女排这样子的一个感染，因为他们可能，就是之前女排那个精神特别强的那会儿，他们可能还小，然后这会儿我们女排精神就是其实一直延续了下来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。我也希望这个东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